国际知名大豪，你这穿着布灵布灵的，你今天要做啥妖啊？今天这必须得有仪式感，对我来说这天大的大喜事情啊！啥？刚才我妈妈又给我买小新车喽！你可真讨厌，妈不是说不给你买吗？记着，最亲的人他们给买东西，掌握四个要点 啊！走煽情路线，软磨硬泡加什么？加墨迹。哎我的天哪，那你拿束花干啥呀？一大束玫瑰啊！哎呀，我妈是不是给我买二手车呀？为什么直接给我开楼下不让我去提呢？我怕没有给我买鲜花什么，我自己带一个吧。生活总要有仪式感嘛，穿个那布灵布灵的，要有仪式感。原来买的库里南呢，配色还挺好看。这个什么呀？我妈说给我买的最新款的敞篷跑车呀，在106敞车位上走吧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啊！我也是无语了。来啊！当三岁小孩呢，我们鲜花要有啊，提升仪式感。恭喜我们小唠叨喜提新车啊！完了，说好的新款最新款的敞篷跑车爆胎！妈呀，这不是新款吗？这不是敞篷跑车吗？得了，你肯定知道。听过坑爹坑妈的，听过坑儿子吗？走吧，别说还挺好玩。你还玩上了你？你别开那么快啊！哦